有玻璃的没装。电磁炉锅，这套都是有的。然后就是那个小客厅，空调是送的哈，楼梯上去二楼。这有个小阳台，但是因为在一楼，所以它窗就贴了用磨砂纸。上去二楼，二楼就两个房间嘛，左右各一个嘛。左边是这样的，左边这个床大概就1.5米的床。看是这样，层高是4.5米的，基本上1.8米的不会太压抑，不会顶到。这边是右边，